怎么那里有一个三角蜘蛛？啊！愚人节快乐！哦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礼拜二之声马叔叔。那这礼拜呢，应该是三角蜘蛛周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呢，想要帮这个蔡哥来配个声，重新配上我的声音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怎么那里有一个三角蜘蛛？三角蜘蛛，吓死人了！这假的啦，这假的啦，脚架啦，这一般的脚架啦，吓死我了！原来还有人在拍哦，搞笑哎、欸，搞笑哎、欸。搞笑哎、欸，没事啦，好啦，不要搞笑了啦，愚人节快乐哦，好。